是有讲说，就是你的专辑好像今年好像会有可以跟大家分享，那目前的进度大概是？永远在路上的专辑，其实，到时候专辑真的全部出来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，所以请大家先听听别人的专辑。三月十四号，宝格丽伊甸奇迹花园顶级珠宝及复杂腕表盛展。刚从欧洲度假回台的蔡依林，以品牌大中华区代言人的身份出席。谢谢。有点害羞，有趴在他身上一下叫的话。没有，就是我跟他说，让我展现一下我的戒指。不过九令身上戴的项链更不得了，灵感启发取材自地中海蕨类植物，镶有19.3克拉八角形切割哥伦比亚祖母绿，是全场身价最高的展品，要价约1.5亿元。戴起来刚开始就很冰，因为没有觉得它很重，比起我的表演服，就是它算很轻了。今天就戴的礼袍是维纳斯的发丝。有没有觉得自己的某一个什么样的特质，然后可以称得上是维纳斯？我的特质啊，还是贵州都像。其实我也没有看过维纳斯本人，所以我也我只有觉得他是一个让人家很舒服的感觉。所以你觉得你也是给人家很舒服的样子的感觉？应该吧。还是没有不舒服吗？很舒服，很舒服。那你自己有没有萌生想要入手或收藏一组的打算？珠宝就跟女人一样，就是需要好好呵护的，就是你知道摆在那边就是要有个很棒的光照的，然后挂。像我家里也是连个垃圾一样，就是除非我已经调整好心态，说我真的把它，你知道就是好好给它一个空间的话，我才会想要现在还没有断舍离完，所以可能要再等一下这样。那你在断舍离的过程，你是一个很难舍的人吗？我以前会，我现在就是我不要再看了，反正就是丢这样。我觉得我中等，对，没有到超级，就是有时候还是会。不然今年夏天再看一下，我会不会再穿？就是这样子。那上一次断舍离是多久以前？疫情前所以是三年前，好像有这么久了。